他真有画面，人家怎么把这夹到一堆钱，咣咣咣咣一捆。嗯哼。你嘛是来你讲的，你话甲别讲的时阵，讲的。每一个酒店的拢爱上台报告。所以，今日呢，证明各位的耳仔一段时间吼，我姓陈吼，清水的清，龙凤的龙啊吼。那么日记叫金谢六了吼，在场真侪人会晓讲日记吼。六就是迄个叫蛇啦吼，六啊，啊这龙就是蛇，蛇就是龙吼，所以金谢六嘛。那么，简单介绍台北酒的情形哈、哦。介绍之前呢，先甲各位报告我是什么人。我的故乡是南投县竹山镇哈。那么，搬起来台北呢已经二十多年了哈。啊，较早伫王永庆的台塑企业内底吃头路了哈。那么退休了呢，走去。中国呢，去混几廿年吼，五六年吼，伫遐呢嘛，感觉迄个所在，敢若无讲介好大，紧甲结束转转来。去年的即个差不多三月的时阵哦，转来到台湾，那么休困半年吼、哦，然后呢，才开始加入咱即个台湾民政府的行列吼、哦。那么伫即个之前呢，我伫真侪年前呢。就对这个林志升吼、哦，何瑞元这个论述吼、哦，我真早以前吼、哦，我都在读啦吼。所以虽然讲我较慢入来咧，也毋过咧，我对法理论述内底内容吼、哦，我相信袂输人啦吼，袂输人吼、哦。所以这个中间内底的这个对这个法理论述的物件看起来，应该是还可以吼、哦。那么这那么伫这個中国转来了呢，因为我家己伫遐投资吼，我伫遐做乐器行啦，完全是甲我过去经验无同款。不过我头壳真好，我人拢一直进步吼，进步甲教这个学生啊，教学习乐器吼，我已经甲分队甲电脑化吼。那么是那个甲电脑化的原因呢，就是要降低老师的成本啦。哦、因为你若是用老师一个教一个，你都要迄个老师就有知名度啦。哎，知名度来吼、哦，你干那迄个都学费哦，都叫摕四分之三去啊，咱不太正吼。所以我转来改做电脑化。那么老师也是爱，啊，不过咱最卡迄个都水准冇遐悬的，对无？为什么？因为重要的是迄个电脑系统嘛。哦，那么我的做法是安尼，就是讲吼、哦，用一堆的乐队吼，我即、這个都教学生啦。哦，陪伴这个学生伴奏啦，吼、哦。比如讲，你弹钢琴，那么因为这个这个要去检定你这个乐器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呢，这个考试呢，伊内底拢有标准的这个这个做乐器的曲目啦，吼、哦。那么咱把遐曲目提来了呢，加输入电脑，啊，那用一挂这个软体吼，家己去想的软体吼。那么比如讲，伊是弹钢琴的，那么咱就提个钢琴揭出来。然后呢，把迄个伊在弹钢琴迄个部分吼，迄、那个主奏的部分吼，咱即摆就甲变无声，其他的演奏拢要伫了吼，干那迄个部分无声。然后呢，这个学生啊来时啊，我都老师甲你指导了，钢琴你就是弹嘛，哦，啊你遐有法度对遐个乐队对无？拢总对，就是你成功啊嘛。啊你若对袂着，你家己学生嘛，家己知影讲，你啥物所在无好嘛？老师没啥跟你讲，啊，即摆哪靠人教人的哦，足无效果的啦。哦，你就爱甲老，你就爱甲学生讲讲，你即个学生啊，再弹唔了啊，再去顶来，哦，啊，是办法啦吼。啊，遐学生啊，到尾拢是受打击啦，到尾吼一日一日走嘛吼，因为逐工我八十字，因为我弹唔着，老师我歹到要害，迄个有名的老师甲骂我，即有气无处出了吼。啊，所以呢，伫即款情况下，甲即个电脑系统。音质吼，比如讲拍鼓的，好拍鼓的，来，我甲迄个有鼓声的吼，即个做即款曲，啊，看你要选啥物曲，然后入来了，把鼓声提掉，出来弄个别，对吧？好，然后呢，你继续去拍鼓，看你的节奏带也赶快，好，所以即款教育方法的时阵呢，我相信啊，那北京甲上海我唔知啦哈，啊，那我咧甲看，所有的地区我上先进的，哦，啊，虽然是安尼呢，但是我一个人伫啊哈。
搁唱一个台湾人啊，我那这个叫做专门在做这个流行加空间的人啊吼，也加斗过。要不过，逐天拢白伫啊，我感觉真艰苦。哦，所以我想想咧，啊，过来吼，我嘛捌叫骗过啦，哦，啊嘛捌去互人偷过啦，吼，啊，我去住一个迄个做因的这个心理的病院吼，伊迄个企业宿舍，啊，伊宿舍是专门对医生甲护士住的。那么当然，伊原来有病啦，较熟来病院内底医生护士，所以内底拢医生护士在住的。那么因为这个医生呢，本身呢外口赚到钱啊，哈，弄红包袂少哈，外口过去买厝，所以伊迄个所在就出租啦。啊，我就是去租，去租了，我想讲这个所在够守卫，够山，一定足安全嘛，对吧？哦，因为够是这个做医院的负责管理的，应该较安全的。想袂到迄个啊做管理员吼，竟然就坚守自盗了哈。先说，我对伊他个就对啦，我靠呀，这根本就无办法来参吼，所以我规套电脑拢捡头地去吼。啊，电脑头地其实唔啥物啦，不过内底资料上疼啦吼，迄可能是几落年个物件吼，即摆倒一个拢无去吼，是疼死个吼，根本无得过找吼。好刚才我法理论述个部分，我另外拢有小关节吼，所以拢无发现吼。OK， 这就是我大概个经过吼，啊，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吼。那么当时是要加入这的时候，我们到人嘛拢真反对啦，迄个国民党来抓的哦，啊，所以呢，到尾来我说服阮家的人哦，无你若好抓的，准我好抓的就好啊，你就无代志啊，哈，啊，所以呢，我决心吼，就是讲，万一若去抓去，去枪杀吼，我蛮怀疑啦，哦，因为这是太有意义了哈，我心肝内就想讲，啊，若甲慈济功德会吼，讲在做功德啊，捐款，你再再去哦，咱这上少几千万倍的功德。哦，咱这连咱的子孙做一遍拢改过了。这个我相信大家拢有这款想法啦，吼、哦。啊，咱大家共同来，吼、哦。那么有大家来共同，我相信台湾的希望呢，就是真正都会实现，吼、哦。所以这就是我简单甲各位做介绍，吼、哦。接下来呢，要介绍这个台北市委的情形之前呢。可能在座的各位呢，即摆也无讲介了解，我可能花一点时间吼，甲各位介绍哈。咱即摆即个台湾民政府的即个组织啊，其实是咱的头呢是变做美国总统吼，咱唔通误会，咱了面顶有一个头吼。那么下骹呢，美国的分政府但是摆台湾了后呢，伊原来是变做咱的头啊啦吼，就是分属统一开始。那么因为即个国际法有即个规定呢。你若去共军事占领的时阵呢，那么国际法规定哦，你一定要伫遐设民政府哦，吼，一定要设民政府哦，这国际法规定哦，所以美国嘛唔敢违反国际法哦，所以咱这军政府，咱这民政府呢，就是随这个做军政府的进入台湾呢，咱这个民政府自然就产生啊，吼，所以民政府呢是真有保障的吼。那么民政府呢下骹呢，咱大概分做三个部分，这是仿照美国的。哦，就是三权分立啦，全世界无人有权的啦。欸、你啊看迄两个，迄两个两个权有无？什么考试院啊，甲迄个做监察院哦。你啊看迄敢真是有功能？哦，迄就是加一个官，然后加领咱台湾人的钱而已嘛。哦，所以是无效果的吼、哦。那么咱原来赶快三权分立，所以呢，咱这所在呢，当然行政单位呢名称赶快仿照这个美国了哈。哦这个这个做这个投影片呢，算是我招经理哈。中这个叫做国务院哈、啊，国务院的总理部长有甲咱各位上过课哈。那么另外一边叫做立法部会，咱可能赶快跟美国赶快两院制哈、啊。各位要了解啊，两院制跟一院制，咱这边这个流氓中国呢是一个立法院呀，对吧？这是非常危险的，变作怪兽。就是讲哦，伊若发令啥吼，即摆代志都无迄个制衡力量。所以咱甲美国同款，我那有两个院吼，一个叫做参议院，一个叫做众议院，吼，所有的代志拢对众议院开始做，吼，就是讲那所有这个，比如讲咱即摆台湾，伫美国这边呢，有按顺序举办一个台湾的听证会，吼，这就是因这边的叫做参，这个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吼，伊即摆就对啊开始，参议院无先开始的吼。所以一定拢是对这个众议院开始，众议院是这个做
无论参议院、众议院拢代表民意啦。哦，那么这个但是伊个新政的，这个国会的听书呢，这政政会已经对这个众议院开始哈。所以咱这个诶，赶快完了两个月制。那么美国这边呢，甲咱这边交代呢，就是讲，咱上少爱甲参议院，哦，参议院还是讲参议会，哦，州以下呢叫做参议会，中央叫做参议院，哦，啊叫做众议院、参议院，所以叫做院啦，哈，甲国务院院是同级的哈。那么这个州的部分呢，伊就变做参议会、甲众议会，哦，也叫做会啦，哈。所以咱来讲到参议院，必定讲到中央这里，哈。所以呢，咱这个立法部会内底呢，赶快分做两个院，这个中央分做两个院哈，啊州我呢有州的众议院、众议会加参议会，安尼各位了解无？好、哦，那么将来呢，台湾即摆就分做六州，咱的这个居民有六个车嘛哈、哦，那么每一个州一列车嘛哈、哦，那么州将来嘛有州宪法，哦州宪法，那么这六列车呢，这个台湾。甲平湖呢，甲分做六州的原理呢，是因为呢，美国这边呢，甲咱做一寡规划呢，就是讲，每一个州呢，拢爱有飞机场，拢爱有港口，哦，往这个原则落去拆做六州的吼。平湖州虽然确实按规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呢，平湖呢特别成立一州，哦，安尼各位了解无？哦，那么。这个台北州的其他州的部分呢，其他州长呢再来甲各位报告，我来报告台北州。台北州咱了目前的规划呢是台北市、台北县、这个桃园县、新竹县市，安尼叫做将来的台北州。基隆即摆无决定哈，但是目前是四个这两座县市啦哈。我小可甲算看咧人口吼，占台湾的40%，台北州啊。啊，各位也了解咧，这台北州呢，这个也做以台北市来甲讲起来，这个做中国城对吧？所以这个民政府来进来了吼，这台北州吼大头相当哦，伊要处理这做流氓的中国人吼，拢差不多拢伫遮对不？所以这个吼，哎，大家要斗帮忙，所以大家要做些吼，要处理这人吼。哎、欸，这是真头壳疼的代志吼，还是哎、欸，对，因为因嘛真大粒，咱嘛真大粒吼，所以这啊，过来就是讲，咱这边有一个司法部会吼，司法部会呢，咱即摆未去创一个司法院啦，这司法部会当然是最高法院的负责管下级的法院嘛，吼、哦，美国嘛是安尼吼。那么这个司法院下骹呢，靠一个特殊吼，各位再看咱这个查资料吼，内底呢有在讲起来。这个军事法庭嘛，是这个司法部会下，哦，军事法庭啊，这军事法庭将来咱的转型正义内底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各位去想着无，要安那去讨国民党遐笑，要安那算笑这个部分哦，这军事法庭是非常重要哦。那么国务院下骹呢，再过去分这个内阁哦，内阁国务院有国务院，刚才像即摆行政院下骹，原来伊原来一挂部会嘛，哦类似的观念啦，哈。那么另外这边再个分作州政府，哈，州政府甲州议会，哈，都叫甲各位讲过，哈。那台北州就是拄仔讲起来，差不多我甲算起来40%的人口，哈，所以是非常大头强大的一州啦，哈。再见。那么这个也做台北州这个州政府内底呢，大概安尼分啦，哈，就是讲迄边州议会有。这个做州议会，靠一个参议会、甲众议会，哈，啊，台北州下骹呢，这配合中央，这物件呢，是不是一定呢？目前也无确定啦，吼，这就是讲，咱即摆先甲美国迄边呢，做一个样互伊看，啊，这就是做内阁的部分，哈。另外一个就是讲，咱甲这个台北州的部分呢，将来呢，唔是照这个流氓政府的这个做变化啦，咱的这个变化呢，是变做一市11郡，啊。咱即摆将来建制的就州、郡、市，以后无相定啦，相定叫做市啦，哦，那么叫州、郡、市，哈、哦。所以呢，咱这个台北县的这个哦，这个台北州的部分呢，将来变做一市，倒一市呢，台北市，哦。那么十一郡呢，其他的台北县啦，哦，就是讲新北市啦、桃园县啦、新竹县市啦，将来拢涉的这个名就无去啊，哈、哦。
将来分作十一个群，安尼各位了解无？哦，遐名无要搁保留啊，哈、哦。那么我去甲一寡这个做咱社会上的人士是咧甲推广这代志的时阵哦，有新的人马上就甲控制哦。哎、欸，阮新的，阮新的较早就是一个酒啊了，哦，你若使甲放在台北酒内底哦。我来有这款的这个做讲法啦，哈、哦。不过因为观点较无同款，所以呢，这个拢会使解释了哈。来下一页。目前呢，咱台北州呢，甲各州的情形拢同款。啊，我台北州呢动作有较慢一丝仔，因为都较慢开始啦，吼、哦。啊，过来遮的这个都环境较复杂，啊、哦，因为这个都台北州，都台北市、台北县遮附近的人呢，一般来讲呢，拢较有政治意识，吼、哦。所以伫咧推广吼嘛，就较困难，吼、哦。啊，我嘛特别讲，我嘛找咱遮独派的遮都。即个社会运动，即个拢一个一个去推吼，但是头壳拢捉着，转袂过来吼，所以效果无啥好。我是讲，因遐党派呐，头拿过来吼，遐心就弄转来啊咧吼，我一手就成功啊，就对啦。就是讲内阁的即个员吼，啊，甲即个做参议会，即个做参议员吼，一手就有啊咧吼，哦，不过太困难吼，太困难吼，也是回归到咱最好的方法，就是吼。透过熟悉的人来介绍，算是咱这个上运动吼。我即摆要继续变努力吼。那么这个拄则讲讲咱参议会部分呢，咱家己爱去甲建立吼，啊找着人吼。所以遮呢，在座各位呢，若有这个伫这个拄则讲的这个流氓中国的这四管区内底的人吼，那么你先甲大家倒介绍一下吼，那么参加咱这个阵容吼。那么众议会的部分呢，暂时要免设啦吼。如果这个都建国拄则开始尔，免创遐济啊吼。那么众议会的部分呢，照咱即摆的这个规划呢，将来呢可能几廿年后啦吼，将来再来开放民选啦吼。美国人讲恁台湾人都爱选举，吼、哦，啊就互恁选就对啦吼。所以将来众议会的开放选举吼，那参议会呢？可能就经济能改，可能未算了啊！下一页。所以呢，这个台北州的部分呢，这个州的这个参议，州的内阁呢，目前上少爱33个啊。那么州的参议员呢，伊这参议员是安怎算呢？就是讲咱目前的这个流氓中国的组织内底，每一乡镇吼，拢爱一个名额啦，算法啦吼，算法啦，唔是讲实际是这个叫做。这个都北区哦，啊，咱就一定爱去实际是北区做啦，无一定爱哦。但是就是讲，咱算命的也是安尼算的。所以台北市呢有总共12区，所以一区嘛爱一个人，所以咱的名额呢加起来了呢，就变到州台北州的参议员啊63个啦。所以呢，整个加起来了96个哦。不过安尼算起来还袂歹，台南州啊比我搁较济。哦，台南州伊乡镇济嘛吼，啊，所以伊标哥就伊负担嘛真大，啊，找人找啊济，哦。那么咱这个六州呢，就是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吼、高雄州、宜兰州甲澎湖州吼。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宜兰州呢是伫暂时啦哈，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吼、哦，东海岸全部一包哈。啊，毋过基隆目前甲即个宜兰两个无相连对无？台北州还佫挂三个乡镇号啦吼，就是双溪、贡寮、甲瑞芳，即拢讲挂号，哎，就相连啦吼。规个东海岸拢是宜兰州的管的啦吼，啊，都还过从太平洋来的攻击的，吼、哦，即个每一州家己拢还有法度，家己上少还过家己的州吼，袂去予敌人侵占啦吼，所以有机场、有港口。这是有战争上的战略上的考量啦，吼，这是安尼想的。这美国人甲咱想的，咱嘛想袂到遐济。哎，下一页，金门马祖唔是咱的领土，咱来对了，吼，迄是正经，无，迄是中华民国的，吼。啊，中华民国尾人去甲迄边的中国讲，迄倒代志吼，迄倒代志，甲咱无关系吼。啊，简单咱咧直接小各位看，就是讲台北市即摆。以后啦吼，以后咧分做4区，东西南北区吼，所以每一区会伫区长吼。台北县咧分做5郡，
分官分到两军，新竹县是分到四军。那么这所在特别呢，要保留这个文化。台北市内底呢，有一个区呢，要叫板桥，大概是西区啦吼，西区啦，叫做板桥区。所以将来名变到哪呢？东区、板桥区、南区甲北区，吼、哦，台北市分四区啦吼、哦。那么这个新竹县市呢，以后合作四军，其中有一军要叫德善，哦，这个较早古名叫德善吼。哦所以这还够老的吼，这有这个考量吼。所以咱总共合起来呢，总共若讲台北市以外咧，还佫有十一个郡啦吼。啊，每一个郡吼，共款拢爱找人。啊，不过咱即个暂时也唔免吼，但是还有十一个郡吼。来下一页，来再下一页。啊，这个是详细的状况啦吼。那么郡，这个都州的这个内阁啦吼，州的这个都。等于相当于中央的部会了哈，这州下骹嘛有一挂办事的机关哈。那么咱这个头头呢，拢叫做厅长了哈。啊，中央呢，即摆名要袂啥定啦，暂定叫做大臣啦，皇朝一本的哈。那么这个州的部分呢，就叫做厅长哈，叫边边做民政的，迄边叫做目前叫做民政大臣哈，将来改名嘛，你再佫讲哈。民政大臣啊，州呢叫做民政厅长，安尼等等等等啦吼，就是安尼比照安尼来讲吼，州叫做厅长，来下一页。哦，再让各位看下，啊，这简单哦，如果台北市十二区，哦，咱两个名列出来，啊，这个有十二个名呀，伊这里啊都参议员，啊，这十二个区，现状的十二区呢，将来改做四区，那么这四区。是我来决定吗？不是，将来参议会呢，来开始了，咱才来跟参议会来商量，哈、哦，哎，参议会来通过，啊、哦，咱的行政程序一定要安尼，哈、哦，经过参提一个草案出来，要哪四区要哪挂，啊、哦，那么挂好了呢，送给参议会来审查，向参议会讲 ，OK， 安尼以后咱这四区安哪挂，迄、那个分界线一对就清楚了。不过我看上简单的哦，中山北路。甲中孝东路挂会，安尼拄好四区，因为这目前都安尼分啊，吼啊上简单吼。啊，不过我即摆袂使讲，因为参议会还袂通过吼。而即个台北县吼，是即、這个我拄则有讲起讲水丰、双溪甲国寮呢，即爱挂互宜兰州吼，互伊红海湾做一个做会。那么另外呢，乌来哈。后来呢，因为伊是原住民的所在呢，原住民咱将来要特别甲保护。哦、所以这个部分要挂好，这个做原住民三地行政区啦，哈，要够 有一个特别单位呢，专门在服务，服务这个做原住民的哈、哦。原住民我讲算算哦，二十八乡镇，哦，所以伊这个原住民三地行政区哈，嘛、哦、真大的哈，啊，而且够算算的哈，算得在大家管区几乎拢有哈、哦。所以这个三地行政区这个。将来这个有责任吼，应该嘛头壳真大啦吼，伊可能爱坐飞机飞来飞去才会使，无时间陪伊吼。过来吼，澎关吼，这个复兴乡吼，咱嘛要挂吼这个三地行政区，这个新竹县区吼，尖石乡甲五峰乡，这嘛是原住民大个所在，同款要挂吼三地行政区。所以安尼大概呢，拄则讲过讲，这嘛呢，还有很多十一郡吼，啊。除了这个啊，做原住民的这啊，做所住的所在哈，也挂有三地行政区啊，出来咱就甲挂做十一郡了哈。来下一页。啊 ，OK， 所有拄只在讲这物件的，拢即摆是咱的规划，不过即摆还阁无合法，完全爱经过参议会同意，哦，批准才会使哈，赶快哈。好，下一页。台北市即摆咧做诶代志呢，目前上重要诶代志就是咧招人，人无够多。美国迄边讲，我反正都要未准备好咧，哦，所以咱一定爱甲伊讲，讲我准备好啊，准备好政治上名单拢弄出来吼、哦。啊，听讲啊，咱只上出来迄名单吼，美国迄边拢会甲你做你诶安全资料调查咧，哦，啊，甲你安全资料调查，讲啊，你即个到底是毋是有问题咧吼？一般来讲是无问题啦吼、哦。OK。参议员也是讲内科条件呢，咱即摆讲起来就讲上重要，就是要有这个台湾心啦，吼、哦，要有这個台湾心，希望咱的子孙，会当解决目前被殖民统治的这个啊，做局面的吼，若、哦、有这款台湾心的人，咱拢共同来帮助，吼、哦。
那么至于讲将来做什么款的这个职务的，咱大家来协商哦。啊，先互人做量。哦，我对民政上有兴趣，我好来哦，你做对不？哦，那么将来呢，一步一步来进行哦。在去年都咱这个局长吼，张文彦先生诶，有特别讲吼，我这会计都很重要，要去检查对不？哈，对，贪污都底下发现了对不？这要特别讲哦，贪污要枪毙哦吼。咱秘书长有特别讲啊，贪污要枪毙，我只讲，我找到一个检查的方法，就是会计制度，对不？所以会计制度移送过来，讲某人贪污，我要枪毙，对不？开玩笑哈，过来，下一页。后来就是准备要合法这个咱的这个公民身份证了哈，但是伊的前提就是咱这州议会呢，爱通过迄个公民权利法案。哦，这形式上嘛是爱安尼做，因为这是代表民意，吼、哦，所以安尼爱经过这个程序。那么，这个参议会都要被组成，当然不可能通过了，吼、哦，所以遐爱先做，啊，才有法度做，吼、哦。过来就是讲其他的这个准备啦，吼，就是讲讨论下摆，比如讲台北州，万一这个咱在去到接到这个政权了后呢？到底咱可能料想到有多少事情哦？即可能啊一步一步来成熟好哦，爱来承担哦。过来就是讲配合这个国安会、国务院的工作嘛，这个这边交代什么代志，咱嘛来配合。比如讲最近四月二八，咱要去请愿哦，这代志咱嘛来配合哦，等等吼，真济代志。啊，下一页。这个所在呢，我咧讲意思讲。只要一个建议啦，因为这台北城吼，这边这个流亡中国吼，人上济，所以叫中国城。啊，这特别佫讲一个物件，叫做眷村吼。即咱林秘书长最近完了，特别就这所在写一篇文章，伫讲起讲，各位一定唔知眷村叫啥物名，国际法上叫啥物名，知无？那边哦，大家足聪明。哦，正经是咱民，你注意个想法，哎，有影咱民营对无？哦，这正经是咱民营哦，所以今日大家上课了，你等了足清楚，足清楚，哦，足清楚，非常清楚哦。后来就是讲，因为拄好开始的时阵呢，这个美国民政府呢开始接的时阵，入来台湾的时阵呢，亲自占领。那么这个状况下呢，一定会发生人心的这个叫做惊吓对无？哦，因为未来我都掌握。所以就怕了，那么这所在呢，可能呢，咱来征用媒体啦，哦，来媒体哦，先军事控制，然后这个开始宣传咱这个台湾民政府是在做啥，哦，这代志可能嘛是真重要，这种预料啦，吼、哦。过来就是讲，这个叫做台北州爱去接这四县市的这个叫做民政的方面的代志嘛，因为。拄则无讲清楚，军事政府呢负责两项代志，一个叫做国防，台湾的国防；一个叫做外交，哈、哦。那么国防的部分呢，就是保护咱台湾安全啦。啊，这绝对袂使交予咱做啦，因为美国吼，因为国家吼、哦、叫做一个国防政策，那迄个国防啊，拢美国总统全部掌握啦，袂使搁另外设一个军队啊，了解意思无？所以全部拢由伊控制，所以国防当然拢交予伊啊。咱家己要送军队，伊嘛袂认准啦吼。所以啊，过来外交的部分呢，台湾人拢讲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吼。啊，咱的军事政府就要台湾民政府成立了，啊，咱自然就加入联合国啊。是哪讲呢？因为台湾就变作联合国美国的副会员，伊只会员，咱就副会员，对吧？咱就加入联合国啊，上简单的不是安尼。哦，所以这个林志深秘书长加何瑞元哦，因贵为甲咱开这条法理论述这条出来了，我当然在想讲，哎、欸，这叫做书生救国啦，哦，书生救国，那他去他来了哦，他看到我这讲的吼，这免加低头，免加加骨啊想讲的啦，都安尼切个头好，他清清楚楚，唔通讲流话哦，用词正确。你的用词啦正确吼，就代表你的观念正确啦。哦，用词啦无正确，就代表吼法理论述的车啊读无够，还过读哦。所以咱这边是读书就够。哦，所以呢，大家不能想讲这负担加重，免拢免去出卡手。
你要写不啊啊哦，啊来讲啥，咱都我都该对答如流，讲咱拢完全正确吼，安尼咱都我都救国啊，安尼有简单无？真简单的吼、哦，啊，这个做流氓中国会找咱的麻烦无？袂啦，你保证袂啦，因拢知啦，咱美国人甲通知啊，遮人是遮人拢在做文章尔，拢在读册尔，你袂使甲点动，哦，所以美国这边嘛保障咱安全，伊嘛唔敢随便去这个对美国。这个伊个意见吼、哦，这个都无要照伊个意见吼、哦。我看刘王中讲个应该是正乖，啊，应该非常清楚哦，清楚因个局面啊，因即摆是头在落山啦，应该一点，哎啦，迄个拜年啦吼，干咱即个会使讲尔，干咱即个会使讲尔，中华民国拜年会使讲，剩下拢袂使讲吼。来下一页。所以呢，即摆即个啊咱。TCG 哈 ，TCG 的台湾民政府哈，咱这个准备要来成立一个中央决策委员会哦，加到来综合各种的考虑哈，规划未来可能会遇到什么局面，还有什么对策哈，这方面呢一步一步来设想的哈。那么不了解，咱可能来学迄个啊做琉球哈，啊不过台湾甲琉球一个无同款的情形，就是讲琉球无流亡中国人的。哦，咱食有咧，咱直接因素，即因素足大咧吼，真麻烦的代志吼。啊，大部分会先去参考一下吼。迄、那个何瑞仁先生甲我讲吼，伊有去买一本吼，琉球去美国军事占领，一直甲伊主权恢复过一本册啦。哦，我讲英文啊是即中文的，啊是即个汉文的。伊讲吼，迄是英文的，我讲安尼，我不爱甲你借吼，我较困难吼，较无遐方便啦吼。所以这个有一寡对策咧，可能会当参考真济。即摆世界上吼，过去有，比如讲古巴这关岛吼，因安那变作军政府，到尾也变作这个啊做伊会摕到原来主权吼，家己的政府家己来管家己的这款情形，伊的过程是安那吼，会遇到啥物问题，可能来参考者。无咱头壳情形是无遐济，咱台湾人都毋捌建国过啊，咱台湾人都无主权意识啦。所以咱无建国的经验是真正常啊，哦，啊，咱美国呢，常常在讲建国啊，哦，啊，所以呢，美国一定最有经验啊，所以咱先暂时先听伊的，无唔对啦，吼、哦、，OK， 好，下来哈、哦，这里过来哈、哦，各位在座呢，咱秘书长啊，甲各位这个讲师呢，拢有甲各位讲，回去了爱做工课啊，做工课创啥，耍嘴皮子。对不？啊，耍嘴皮子，等下想要讲啊，讲法律对不？哦，啊，这个所在，我提供一个这个简单的比较吼，啊，恁各位转去了吼，会使参考一下，以及对这民进党的党员吼，若要甲伊讲的时阵，恁等有准备嘛吼，啊，就让你做参考看嘛，再一，这个邓小平即个独立的建国论，就是传统的这个民进党因在讲的方法吼。那么右边这边是咱的新的方法哈，华理建国论哈。那么赶快的所在有两项，就是讲咱甲民进党哈对这个台湾前途的这个做法上赶快两项。第一项呢叫做使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咱拢赶快对哇？你马上讲嘛对哇？要做唔做，还是会动未动？咱即马暂时卖管吼。你总是别个事情甲讲，恁迄个未通啦。我讲阮法律结构会的即个个方法，互你听，阮这才会通。安尼人就无爱甲你讲啊。咱是拢真客观甲分析互伊听。第一项代志，你甲我吼，恁民进党甲阮即个法律结构的即个论述吼，咱两个拢同款的，有两点。第一点，咱拢是要让台湾变作一个独立，伫即个国际社会啊。变做一个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嘛，即咱两个拢同款啦，所以咱有合作的空间啦，对无？咱方向目标拢同款嘛，是咱咱袂当互合作，对无？哦，所以这一旦较好讲。第二下代志，要加入联合国，你嘛是要加入联合国，我嘛要加入联合国。不过你咧加入联合国，甲我的方法无同款，哦。啊，不过咱拢是要加入联合国，即咱嘛要有合作空间嘛，啊。搁一个。咱拢是用和平的手段嘛，咱拢无去加枪啊，是咧暴力革命嘛吼，咱拢无嘛，咱拢是用这个叫做和平方法。不过这所在应该也无同款，咱是用这个法理论述，咱去告美国啦吼，啊，因是要用选举嘛，啊，这种和平的手段，对不？啊，这咱讲起嘛，拢和平的手段，所以就这点讲起，咱嘛要有合作空间嘛，哦。
好，过来。哦，啊，即摆过来就讲无同款的部分哦。无同款的部分总共十八点，啊，你记两三点就好啊，哈、哦。第一点，哈、哦，因是要利用这个参加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来选举，取得政权，然后呢，再要去改变国，变国再要去改国号，比如讲改做台湾国、台湾共和国啊，叫做啥物哈？因是要用这个方法。咱不是，哈、哦，咱是根据美国的宪法。这个国际法律哈，叫美国来帮助台湾自治，然后再来建国，哦，这咱建国同款，对不对？哦，伊是要选调了，再要甲变倒，然后呢，再要甲改国号，哈、哦，那是未通的啦，哈，国际法绝对未通的哈。过、哦、来第二个不同款，就是讲哦，伊是用选举选了了，再来甲做反背动作，反背怎样？因为稍等，再搁解释哈。啊，咱呢，咱是运用这个国际法呢，了解台湾的真正实际这个做国际地位，然后呢，再根据这个国际地位呢，该安怎做就安怎做哈、哦。所以咱完全是和平的，专甲美国人讲道理啦，哈、哦。美国人是安尼啊，你该讲道理，伊就甲你讲道理。你若讲吼，这个做要比骨头，伊嘛甲你比骨头。啊，咱骨头无无遐粗，所以咱就该讲道理。啊，美国人讲讲，伊讲输，啊，讲输咱就机会啊，吼、哦。啊，这去甲告，哎，证明美国人输，啊，证明咱这个联合的法理论述是正确的，哦。啊，所以呢，美国人呢不得不帮助，吼、哦，帮助咱，吼、哦，这就是法理论述，吼、哦。第三项就是讲，吼、哦，较无同款的讲，甲中华民国这个 ROC 流亡政权哦，甲终结掉，甲结束掉的，吼、哦，是啥物人呢？那是选这个民进党的方法，就是讲啊，要利用台湾的住民啊，对，包括本土台湾人甲流亡中国人两个人做伙选出来，迄个总统才要甲改，对无？啊，所以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的，就是台湾住民，就是咱家己人啦。啊，咱的方法无共款的，咱要叫美国啦，叫美国甲终结伊的政权啦，吼、哦。啊，是哪讲？因为咱法律协调，所以叫美国甲终结，吼、哦。第四项吼，咱这个南中的内容，对不对？爱着自力救济，都全台湾南家人，大家甲支持哈。啊，咱这边呢，咱叫别人甲处理，吼、哦，叫比伊较有力的甲处理的哈，甲、哦、终结掉哈、哦。所以呢，咱是巧借他力，啊，伊是自力救济哈。哦，下一页，我稍等来讲后遗症哈。过、哦、来第五项，选举这个物件呢，伊讲我若选掉都安怎啦？啊，意思讲若选无掉遐。甲遐个做支持者吼，投票支持民进党遐人吼，我都选无着啊，所以一切拢当无个嘛吼。啊，不过选举这个物件是真歹讲的吼，国民党个奥博嘛真济对吧？哦，所以伊嘛甲你讲不确定啊。不过咱这是确定的哦，咱这是时间紧甲慢了，咱这是确定，伊也是不确定的哦。哦，所以呢，咱可以预料咱的后果啦，就咱可以预料下一步什么什么那个，因为时间的长短，但是会当预料哈，伊、哦、也是无法预料。过来，第六项，如果引用这个方式，你引用这个方式呢，你看中国会介入无？很容易哦。过来，伊若介入了，你该赶出就赶不出，对吧？咱这完全无这代志，中国根本就无机会介入，所以咱这个是相对是非常安全啊。哦过来第四项，这个若是要用这款方式要落去处理这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呢，是无法度处理的，因为咱拄则无讲吼，就是讲选民内底有两款人对无？一个就是占领者，一个是被占领者，或者是这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这是本土台湾人对无？这两款人是身份无共款了，两个甲做伙所选出来的总统，然后呢，你才要甲甲并做讲中华民国的名甲改掉，然后要改做台湾国等等。哎呦，啊！你要来对遐做流亡中国的人，你要来交代？是因为这个法律上未通，所以国际上绝对未甲承认。哦，安尼各位了解无？因为伊内底有流亡中国人伫内底，同齐选出总统，啊，你总甲偏规偏，迄到时一定出问题，绝对未通的。哦，过来，咱这个啊做法理建国论的，对流亡中国人要处理有简单无？非常简单，美国互咱靠，迄啊做大人徛伫后壁，囡仔头前凊彩拍尻川无代志，后壁迄大人负责任，对无？所以这个啊做处理上非常的容易，因为咱即摆其实就是开始在处理啊嘛。就是公民权利法案呢，已经定出来送给美国啊。哦，
接下来第一项代志就是甲人分开，你是流亡中国人，你是本土台湾人，啊好，本土台湾人呢才有参政权，才会使来做官啦。啊，这流亡中国人，反正你都伫中东，即个都来遮佚佗吼，佚佗六十外年尔，你永远无可能变做台湾人嘛。哦，啊，所以我先甲你挂开。啊，你若要变做台湾人呢，没关系，我们还是有程序，公民权利法案还是有程序让你变成台湾人嘛。啊，你若无，就是你的代志啊。哦，所以咱要处理中国人呢，用这款和平的手段，咱一步一步甲处理。哦，安尼先甲拆开。哦，这都咱目前已经进展有一部分了哈、哦。所以处理这流亡中国人呢是非常简单的哈。过、哦、来，流亡的中国人。中国官员啊，即摆降调了，遮个人咧，你要甲救来，要甲救来，你救袂来啊！那用民进党迄个方法是绝对救袂来。啊，八年做八年，都一点办法都无啊，搁叫倒教了，对哇？搁叫调调了，对哇？所以无可能哈。诶、啊，阿扁咧就告诉我们，那一条路是不可能的。过来咱这边呢，一摆总甲清楚，对哇？那这绝对无问题，一摆就甲清楚。诶、欸，名即、这个身份都甲挂开啊，难道你都无资格啊？所以自然都。处理较好些好些，对吧？无论你大事拢家救来啊。过来，这个流亡中国的特权啊，你有什么特权啊？这个蔡总理嘛，有甲各位报告过，有太极特权伫内底哈。那么这些特权呢，那民进党呢，该改国号，还是讲叫伊来继续做执政做总统，有法度清除无？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有早的阿扁都做，都拢总甲解决掉，现在到即摆无法度解决。很简单的事情吼，是无法清楚，因为甲各位搁再搁啰嗦一下，因为迄是两种人甲做伙选出来，你无可能清楚伊啊。过、哦、来，咱这个法律建国论要清楚流亡中国人的特权呢，我都清楚啊，有只都各身份先挂开，出来都拢开啊。哦，过来第十项呢，那照这个民进党这个方法呢，去甲冰岛盖国号进行呢，在台湾的中国人呢，会敢点吗？你看，迄一个人吼，本来我处理加产，即个都5000万，啊，你即摆坐手甲讲，我无资格啊，安尼你看我未表示意见嘛？哦，绝对利害关系足严重，绝对表示意见。啊，毋过咱这方法，法理建国论的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外力帮助之下，在流亡中国人敢反扑哦，敢表示无同款的意见，敢再来冲突了，唔敢，你。一个反抗，都抓一个，哦，两敢伊唔敢反抗为止，哦，啊，所以我认为这是反扑力量呢，绝对伊，咱嘛唔惊伊，啊，我相信伊嘛知影讲反扑没有用，哦，过来，哦，啊，这老火的问题哈，那、哦、是这民进党这款情形啦，这做流亡的在台的中国人呢，起来反扑的时候，咱老火的是台湾人啦，哦。啊！那我们这法理建国论靠这个美国的力量呢，来建构这个过程呢，老火是流亡中国人啦，是不是呢？各位想啊，流亡中国人才老火啦，咱未老火，咱欢喜到要死，咱哪会老火？喏 ，OK， 过来。第十三项哦，那是这民进党这款方式呢，咱台湾有啥物危险性？也叫中国并吞嘛？哦，为啥物？因为你即摆。用这个做民进党这款方法的时候，因为中华民国呢，你也是中华民国所有的权利甲义务都叫中国继承了，所以伊会来甲你继承哦，哦，所以咱台湾人有危险，就去被并吞哈、哦。啊，咱这个做法理建国论述呢，这是绝对无可能，因为甲中国一点啊关系都无，对吧？清清楚楚甲你讲，一点啊关系都无。第十四项专行正义哈，那照你这个方式啊，都拄只讲遐流亡中国人要法度处理啊。所以呢，转型正义是不用想的，绝对不可能实施的啦。咱这呢，做清楚就彻底实施，对吧？咱来封锁这个以色列，看到这个叫台西犹太人哦，要战犯的追查方式哦，永远追查，对吧？把这个国民党在台湾所得到的这个做不法的利益哈、哦，拢总扣上来，连战哈、哦。林爸爸叫林振东，当年咱拢知影对台籍来接收台湾的时阵呢，是两手空空来，对无？迄十波人，我嘛对女生不好意思讲吼，两支脚安怎对无？我歹势讲吼，哦，啊，所以呢，这个两手空空来，对无？请问
连振东自头到尾呢，拢是做流氓政府的官员，对不对？啊，佮甲第二代的钱嘛共款，对不对？啊，伊的收入应该拢有数据，对不对？请问恁老爸当时是来的时阵呢？空手来，请问你结过两代，你有四五百亿的财产，请你交代一下。安尼，咱就说个。好啦，啊，即摆咱是要追究伊只物件对对来啊？你甲摕证明出来，迄个较早做行政院长，做台湾省主席。哦，是，哦，就是讲，我要追查你的来源啊，你有没有合法来源啊？有合法来源我都承认，没有合法来源，通通透露出来，哇，这是转型正义啊！哦，啊，遐拢台湾人的嘛，啊，其实我拢知影安怎来的。日本迄阵在恁交接的时阵吼，有日本册恁各位再去看。蒋渭水小弟叫做蒋渭川吼，又写一本册，前卫出版社里边看，我真早就买一本来看。哦，伊直接描述迄个都，即个都陈仪等等这些接收大人来台湾接收伊，到底有的恶行恶状，吼、哦，来这写个清清楚楚啊，各位有兴趣吼，要增加一点仇恨感的话，才对啊。啊，这里第十五项就是讲国际保护，就是讲。咱这个两边在做建构的过程内底咧，国际保护呢，如果说这个国民党吼，伫遐选举做舞弊吼，国际无咧管你啦，因为那是恁专业的代志嘛，恁家己有法院家己去处理嘛，所以即摆算出来了，马英九啊有瑕疵当选，你嘛无法度，哦，所以啊，咱这边呢，啊，国际社会因为咱拢讲道理，完全符合国际法啊，所以全世界拢会甲咱承认，对吧？第十六项国际承认，即个做国际保护吼，啊，国际承认呢，即、这个因啊，法度创安尼做证，伊因啊发生效果呢，就是为了结果出来啊，国际嘛无可能甲承认，理由我拄则讲过啊，两款人合作选出来的总统，你哪有可能甲改掉？哦，无可能啊、哦。那么咱即个完全照国际法律的呢，这是绝对会通的，对不对啊？绝对会通的。好，接下去啊。上重要一个讲，那恁迄款选调总统，然后佫甲冰岛改革好，全世界有成功的案例无？无，通通没有。啊，咱即款案例有无？满满是，哦。啊，所以呢，请问民进党，你们创造世界国际法上的先例吗？恁敢有迄个能力创造先例？哦，这够有啥意思无？全世界拢无恁台湾安尼做会通啊！全世界拢承认咧，即款的先例敢有法度成立？哦，这有困难哈。过、哦、来，即、这个执行时间哦，伊执行五六十年啊，啊恁都袂用呢，啊袂用呢，无恁嘛吼，即少年的吼，佮少年的意思就讲较慢，起步的吼，即、哦这个法理建国论述嘛，互我试看卖，对无？啊恁都袂用呢，啊，干呐讲阮袂用对无？恁较证明袂用，啊，我才咧开始尔，对无？无你嘛，咱大家合作看嘛，吼、哦！啊，不是讲叫你迄个较早迄个什么民进党遐路线的遐，拢叫你卖做，你嘛继续去做啊，街头运动继续去做啊，啊，你都花一寡时间来咱支持一下就好啊，是不是呢？啊，无妨害你一边做啊，哎，咱拄只讲话，咱的股票拢同款嘛，都有合作空间嘛，哦，我意思讲，即个吼，做一个比较吼，啊，咱即个都讲话。嘛，迄个都要啉茶，啉较侪杯啦。有啊，泡茶啉的时候较侪杯，因为较侪话题啊，哦，哎，啊，这里所以才甲判断讲成功的可能性甚为微小啦，趋近于零啦，等于讲叫低头了哈，低头了哈，是啊，低头是低头啊，趋近于零啦哈。啊，咱这边啊，我来讲，咱是会使算步的，但是咱无法度讲时间偌久，但是算步咱绝对算会到，啊，这就是上高的无同款哦。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啊，你这个有看伫个帮头下？帮头是顶完了有。无紧啊，我会使互你。你要讲哎，我感觉足荣荣幸的了。哎，我已经在记，做那边是在讲，我讲随身碟，不会，老卡有电影吗？我拢随身碟啊。你要不要给啦？
还。我的请求就是说，那个陈校长弄到我站了。网站，网站现在已经有了，不过我要问那个是放在哪个网站？这个东西放在网站我知道那个好像是张扬生还是谁已经把它抛到网站去了。要确认一下，还没有确认。好是。应该那个网站还好啦，那个网站真严哦，那个若一日一日发表一日那个都意见吼，无下咱那个管理者吼都第一吼，一开那个那个账号拢给删掉了吼，有看到我这样攻击过吗？这个咱小等下来印一人一张啦，那个阿芳，咱我这有档案啦，咱来印一份咯，大家啦吼，啊，这那个文书馆哈，谢谢各位来。今天下来我跟大家也很简单的我跟你宣布一下他的名字我们吃饱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你才给我们入线你个人要入的你从这背景来入的什么吃饱起来年轻人你才等一个一个起来我一个一个给你入这样啊，咱利用食饱的时间，大家半加七点的钟，卖去应着，咱要上课。啊，所以大家半加七点，啊，六七点到，咱就要上课。六点半到七点半哦。不是啊，六点半到七点啦。啊，六点半到七点，我半点钟而已哦。好，啊，你大家听哦。啊，食饱人就进去了，是无？来了，你们要不要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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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你